主料素鸡250克，杏鲍菇1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水、淀粉、糖、蚝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素鸡切滚刀块，杏鲍菇也同样切滚刀块，这样切的话口感会比较好。锅中倒入油，倒入切好的素鸡，炸好素鸡沥油，锅中倒入少许油，杏鲍菇下锅翻炒，倒入生抽，加入白糖，倒入炸好的素鸡，加入蚝油，加入水煮20分钟，放入一点点盐。口味淡的人可以不放盐，因为酱油和蚝油中都有盐。大火收汤，倒入水淀粉，炒匀后出锅。烹饪技巧，一炸好的素鸡一定要炖的时间稍长，不然不容易入味。二、素鸡炸到表面起泡就可以捞起来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